我应该要一个什么月，要不要约一个事情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你们想要就是如果200张有200超过200张的话，我要做什么什么的感觉。有大家有意见吗？来来晚安好的嗨，大家晚上好。还有吗？我不知道。结婚量晚上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没有。好，那还是我要努力，我真的很努力。下次的选拔的时候，我会努力要上，被选上，选拔被选拔，所以要大家的帮忙。呀吼，晚上好。難しいよね、真的很難。怎么可以让大家想要来我跟我握手。どうしようかな。タンクさん、ヤッホー、タンクさん、ヤッホー、ヤッホー、ヤッホー、リーデンデン、晚上好。怎么办真的想不到，我要慢慢想，对，慢慢想，慢慢想，因为握手会还没，明年是明年，很远哎，握手会明年哦，哇，刚刚下大雨了呢，对，很大很大，很冷，不喜欢下雨。啊，咪咪桑，哟吼，晚上好。我觉得抱着现在这样的魅力就很好了，真的吗？可是一直一样的话，应该我的目标也不会吧？目标也会不会什么？不会達成できない？かなって思うから。还好明年我所会是加入。那可愛地さんへようかな、回来吗？真的很期待。やっほーやっほー、ミミさんやっほー。先明天的明天的粉丝见面会。对。很期待。欸那我问大家喜欢蔡TDP的歌，蔡TDP的歌，喜欢哪一首歌？你们喜欢哪一首歌？2月20日吧，一定会去。哦，川内さんやった，ありがとう，楽しみ。未减盘过的握手会都是在假日，对，现在对在假日，对。不然呢？我们也是学生，对，所以我们也要请假。对，那どうする？どうする？連続、連续加日吗？很难，最近真的一直，最近。在学校的时候要留到八点，对，所以，可是八点到八点的时间，其实我没有做什么，所以我最近一直努力在学中文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哎，对，可是最近。最近学到单词，
也越来越多，所以开心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，还不会用，好难。今天是，哎，待って待って、早くない？今天时间过得很快，快一点，快20分钟。我今天也是1个小时。盘子吗？弹珠的用法就可以了。对，我知道。可是，应该是说不太会讲那个单词，所以，什么时候会讲？我最近背起来的单词是屋檐吗？呀呢，那个家的。呜咽，好难 啊！谢谢玉山的荧光棒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。呜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哈哈。还有乌云，那个下雨的时候的云，乌云吗？是吗？第一次知道。那个单词，びっくりびっくり，对对对，耶耶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真的，错，本当にね、我真的痛，哎呀，爸，开心，谢谢。真的中文的问题，我每次都是觉得，因为我喜欢演戏，所以我想演戏，我真的很想演戏。可是我的中文的发音不好，所以没办法演戏。就是演戏的表演的话，不是演戏的，演戏的表演。的问题就是口音有很口音，然后讲话也没有训，那个训变，那点没有讲话也没有啊，讲话也没有很快，所以 不会用蔡志宇来蔡台湾的时候，我就没办法演戏，最近很难过，很难过。我觉得口音还好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不好，我觉得不太好。然后，对，还好吗？在，哎，昨天我昨天，哎，我也觉得，真的吗？可是，不是台湾人的发音吧？还是有外国人的感觉。我昨天在。啊，昨天坐捷运的时候，跟同学一起坐，然后旁边有坐2个男生，然后用中文对话，应该，另外一个啊，不是有一个男生是台湾人，然后一直讲中文，然后另外一个男生也是很会讲中文，可是。明明就口音不是台湾人，我也发现，我也知道了，应该他不是台湾人的感觉，他很会讲中文，就一直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可是口音是外国人，然后今天早上坐捷运的时候，旁边应该是外国人，不知道应该。日本人之类的，然后他也是电话的时候，他讲中文，但还是有口音，所以应该我讲的中文也是他家觉得不是台湾人，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口音有没有错，跟我在日本的时候一样，啊，そっか、可愛いちさんも。
そうだよね。難しい。はい、因为台湾人讲日文也是有口音，对，所以应该很难。どうしよう。可是我好像演戏，アクセント難しいな。確かにアクセント難しいね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没关系，日本的アクセント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。雨とか雨とかはあるけど。橋、橋とかね。真的，我想演戏，怎么办啊？可是用中文真的没办法演戏，好难。然后最近看大日吗？的花と、確かに花。哎，很像。那。そうね、難しいね。最近看大日的，我最，可是我很喜欢的电影才看一次。然后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看第三次，第三次，对。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国中3年级的时候，所以完全听不懂。中文的时候，但喜欢感觉，还有清楚，不会讲啊，就喜欢感情之类的，很喜欢，所以那时候喜欢上那个电影。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是去年的时候，去年的时候看。然后那时候一点点大概听得懂，也大概知道，但还是有不知道的，对。然后我昨天开始看，昨天的时候我真的很多听得懂，也是，对，就听得懂，也看得懂，所以。自己觉得进步很多，哎，对，可是，对，中国的发音我真的有点听不懂，就有点，他们不一样，可是看字幕就看得懂，之前看字幕也有点不懂，但最近是看字幕就看得懂，所以我很喜欢，很开心。谢谢 Z さんの先端はどっちの花？これ鼻子的字纹是。花，OK？然后那个花是，哎，一样，等一下，一样，花，一样，哎，我以为是不一样，哎，一样，哎，花跟鼻子的字纹一样吗？花とお花，私お花って言うからな。我讲话的时候，大概一样。可是我每次都花的时候会用我花，不会讲哈娜，对，跟以前看日本电影的时候一样。啊，そうだね。台湾人对台湾人也是，对台湾人说日本的电影也是跟我一样，中国的发音对。但是就是飘有进步了。阿美丽呀吼，晚安。为了听懂，我还特别问中国的同学发音。哎，真的，从国的有点难。中国的，对。然后电影的话，讲话也很快。可是，我觉得我真的一定要练习，所以对。就歌吗？中文歌，大家都跟我说要歌比较要听很多很多，听歌比较好。可是我
我会听，但还是日本的比较会听，所以我最近看电影开始，虽然是最近一直在很喜欢啊，对，很喜欢，哈哈，我这个没电，学校的时候也带，哈哈。我现在，对，我喜欢这个项链啊，不是什么项链嘛？对，我现在学日文，也会看日本的 variety。哎，对，日本的话有 variety，所以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有点不好说。可是台湾的节目，我还。有点不喜欢，没有想看的感觉。可是日本的是真的很好，很好笑的有很多，对，很好笑的有很多，所以，对，就是台湾的我不会看，我没有看台湾的，还好，日本的太好看。我学中文也是听，哦，4648的那个，いいね4648的那个，对，那老高，为了知道流行的日文，原来如此，那你知道什么最近的流行的日文有吗？我还不知道哎，我最近哎，最近有一个朋友电话的时候，他跟我说有一个。新的日文，可是我忘记了。看新闻也可以学很快，可是看新闻也是，我就有点没有兴趣，所以应该会睡着。所以对，我觉得看新闻是真的，对，学中，为了学中文很快的方法，很好的方法，但我。真的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也不会看新闻，所以，对，不会想看。真假的，我也不喜欢台湾的节目，你也不喜欢台湾的节目，我自己都没再看了。大家都不对，大家都不会看，对，大家都真的不会看。Webtoon 慢慢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之前学日文看 AKB，AKB 我也有看，很好玩，很好看。对，可是对，真的很好看。台湾很少很好笑的节目，对。很多呢，日本的很好笑，很好看，喜欢。你会觉得看的 LINE 的漫画 APP。なるほど。原来如此。エモいとか草とか。ああ、エモいね。えぐい。えぐいもあるよね。かまい。な、かまいだ、中文。な、你知道かまいだ、意思吗？かまい。あ、可是我不会翻译中文。かまって、かまって。かまって、かまって。かまちょ、かまちょ。不会翻译。那个真的，日本是真的，介给予很多。わからん、だよね。かまっては、理を、要理を、理を。かまって、遊んでみたいな感じ。遊んでほしいみたいな。遊んで、みたいな。不会讲。中文很难。我也不知道。然后かまちょ。カマチョ也是，カマチョ的，カマチョ应该，カマチョ真的很会讲啊，年轻的嘞，很会讲。国中的时候，没电，カマチョ是就一直
讲かまってかまって，一直想要离被想要被别人离自己的人是かまっちょ。台湾也有很多叫火星文，什么火星文是什么？好难。かまってちょうだい。え、そうそう、かまってちょうだい。そう、かまってちょうだい。そう。で、それでかまちょ。かまちょになる。かまってちょうだいでかまちょ。もうマジかまちょって言うよね。あ、シェシェトモさんだね。ね、なに？浪漫玫瑰。え、なんか、初めて見た、第一次看浪漫玫瑰。シェシェ。就是不懂人看不懂，所以叫火星文。比如说，怎么样讲什么？火星文讲什么？八加九就算吧，哈哈，八加九，八加九讲什么？我不知道八加九要讲什么。かまってほしいという感じかな。そうです、そうです、かまってほしいという感じ、そんな感じ、そう。かまってほしいなーって。でも漢字、漢字我不知道。应该没有，大家都用那个平价名。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在开直播吗？用太多韩词，让人觉得像老多感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感觉是什么？啊，不是感觉，不是，老多老头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七个人，好多，太多，还有30分钟。我要鸡啊，我要鸡的感觉。なるほど，用太多韩词了。可是台湾不是只有韩词吗？刚刚十一个人开，太多了吧？太多太多。怎么可以跟大家不要一起？我不想跟大家一样的时间，但是这个时间推着去。很方便，不是，那点的了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中文跟日本语还是不一样吧？中文跟日本语还是啊？你在讲日文吗？但是梅林只有晚上可以。对，因为我要去学校。可是还是觉得不想打到跟其他人一起，对，就不想跟很多人一起直播。对不起，问一下，圣诞礼物收到了吗？可以说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，谢谢你。可是应该不能说，就怎样怎样，就看感想之类的都不会讲。对不起，谢谢。我也真的不知道公司人就在哪里，可以讲也不可以讲，我也还不决定，就规定很多，所以我很难。啊，呀吼，猴子哥哥，晚上好。メリークリ、メリクリだよ、メリクリ。え、可是还没、还没。还有点、はぁ、我一个人。好可怜哦。私、圣诞节、一个人、寂しますです。クリぼっちだーって。クリぼっちだー、どうしよう。可是、寂しますを、其实、第一次听过。我们、
후간후간렌장그리버지不会讲寂しま吗？对，应该是，应该吧。我没听过，从来没听过。没有跟音爵要一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来了哟，对。可是我有开直播吗？我应该没，应该没有。没关系啊，应该要留，对，应该要去学校。对，所以。啊，没关系，太台湾的圣诞节了，但我无所谓。在日本的话有点很难，有点难过，有点对，因为日本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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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亮的，但台湾还好，还好。没关系，我圣诞节应该也是一个人。开心吗？过年会福冈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我要，我是，啊，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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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，我会，过年会是一月，对，会，台湾的，对，会啊。一人ぼっち、私もだ。而且还要上班，对，大家要上班，也大家要上课。过年也是一个人，过年我要开直播，有可能会。还不知道，我应该会开，所以大家要不要一起过？但大家会开，可是大家，我怕大家会看，可是我想看红白，因为平安会上，所以我也想看啊，哇，希望有过年直播，对，可是我想看红白。因为平衡好好，我也想，我有点好好哦，我真的真的想说红，那我一边看红白一边开直播好吗？我每年不会看，但是只是因为平衡会上舞台，所以我要看。不过我应该会看不正，不正小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好好平安，伊呢？我知道，我第一次知道平安要去红白的时候，有点不甘心，因为我是日本人，但是我跟妈友都没有啊，我跟妈友让不会让上舞台，所以。有点不甘心，所以我希望以后只有一次也可以有机会的话，我想上红白，这个也是我的新的目标。对，还是想要跟 TDP 一起去一起上。So, だからね、TDP 要红。要红一点，就要人气，要红。我觉得有一点美丽也可以的，而且可以先在台湾过年表演。我们会努力，頑張ります。ね、難しいけどね。なんだろう、ダウンタウンかな。快点到哪一点的？美丽有没有2019新愿望？啊，2020，那就是过年的时候讲吧，过年的直播的时候讲吗？对，还是现在讲吗？不行了，现在还没到12月，不行。可是目前的目标的话，我想要自己的人气要高一点。对，也是想要，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美丽，这是我的目前的目标。然后我的目前的目标是，我学会的时候，
200张，超过200张的握手会，然后啊握手的票，握手会的票，200张，这是我的目标，这是目前的目标，这个也是2020的目标。还是粉丝的愿望也一起在跨年分享也可以。那大家跨年的时候，跨年吗的时候，大家要不要一起分享自己的愿望？所以大家也要想哦，这是功课。如果没有讲的人，就出去，不让你看我的直播。等学校毕业就能全力，对，我很想赶快毕业，我也真的不想去学校，真的不想去学校，也是真的想要转新工作。啊，总100篇200，因为上次的直播啊，上次的握手会，其实我有超过100张，对，就我最近知道了超过100张，但没有到150，应该吧，忘记。就是没有，所以我的目标要高一点，然后200张可以吗？对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哦，渐渐呀吼，渐渐呀吼，渐渐来了我的直播，谢谢你。虽然不能很多，但是会帮忙的完成这个目标，我会努力的。所以大家也，不是说我想要大家一个人要很多，一个人要买很多。不是这样，就是要很多人来就好，很多人来不是很多人，很多人要来就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帮我分享这个我的这个目标。我不想去学校，大学行かない行かない，目前没有想要去。对，可是如果明年啊，不是明年的明年。明年吗？就是毕业后的一年间，先不要去大学，然后自己觉得想要去的，如果自己的心情变成想要去大学的话，我会考虑要不要去。后年啊，对，后年，对，谢谢姐姐，想不到后年的时候，如果对想要去的话。后年不去，然后，对，我变成这些，对，想先工作，对，现在也是，如果没有工作，也目前完全没有想要去大学的感觉，完全没有，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学校，还，所以目前没有想去大学。现在在高二吗？对，我是高二，其实高三，可是高二。那你老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有人可以帮我翻译吗？我每次都看到老师的什么意思，我还不知道，还需要2年呢。对，早く赶快，我想赶快毕业。赶快毕业，可以忙一点，想一想之后想做什么。啊，なるほど，原来如此，谢谢姐姐，我知道意思了。谢谢トモさん的礼物，我也不知道日文，没关系，那个わかる，我知道意思了。誠実ってことかな？しっかりしてる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？そういう感じ？なんだろう、正直、そういう感じ？あ、正直？難しいな。まあそういう感じで、まあ正直に嫌いです。はい、我很讨厌学校。そうだよって正直。本当に嫌いだよね。学校的哪里好啊？应该毕业后觉得，毕业后就知道，毕业后就会觉得学校是很好玩，可是还是
啊，对，很多人会说我是 snow，snow 是比较那个旺季，snow 旺季的中文。正直も snow も多分似てるかな。你也可以加入那个坏学生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麻烦我会吵架哦。我真的很会吵架的嘞，不好说，所以我想。安静，我想就安静一点，就自己的人生要安静一点。所以我又不要去学校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会可以找美玲嘲笑吗？可以。你要跟我吵架吗？好，可以。不行了，我会骂你哦，不行，不能骂。ダメなんだよね。メイリン会不会？对，应该吧。我也，そう、なんかもう、はっきり何でも言っちゃう。我最近跟班导吵架。自己的班导吵架，你们可以问英姐，我跟班导的关系真的很好笑，真的。ちょっともうダメなんだよ。喧嘩しちゃったから、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有为什么？不行，不想讲，就是想法不一样。我跟班导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吵架了。美丽也是不也是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默默也是？所以我真的不想去学校，我想要乖一点。Yankee 就ない，Yankee 就ない，喧嘩上等就ない，喧嘩嫌いだし、喧嘩も嫌い，我很讨厌吵架，可是，ね、でも如果吵架开始吵架的话。开始吵架的话，开始吵架不想死给打，但还是麻烦，所以我会，我还是麻烦。ヤンデレだから、そう、ヤンデレなの、ヤンキーデレデレだから、ヤンキーデレデレ。经典的，好的，搞得像个鬼，行きたくないよね。あ、そう、明天要去，对，大家明天要上课。加油、ミミさん、加油。加油。福岡で不良も、そう、あのね、福冈、你们知道吗？福冈是很多不良，不良很多，福冈真的很多。对，在日本，就不是不知道第一名，可是很多。然后大阪的话，那个，那你Yankee，啊，違う、ヤクザみたいな、Yankee かな、比较多。感觉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福冈其实福冈少年很多，真的。特に成人式、そう、成人式すごいよね。あれでしょ？月曜から夜更かしで見た、もしかして。感觉好可怕。我高中的时候的学校也不太好，没有到不太好，但你会怕福冈吗？我怕，我很怕，可是自己是不是我是一个人的不良，应该不良。少年少女是有一个团体的感觉，就是一直，但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是那边的人，我真的不行，我不喜欢，也不会左眼，也不会涂酒，真的不会。なるほど、HKT マジスカル、そう、本当に。可是我会怕，我会怕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人，所以我很可怕他们。但还好，就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就我有一个学校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不良生，真的福冈的人，福冈市的人，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对，有一个就跟我一样的学校。啊，不是，不是跟我一样的学校，就是我也是，
然后就看到他们打架，好可怕！就是 CDI 那个了，就什么认识的人，强的人都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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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ミネちゃん、空港券ホテル全部予約しました。お疲れの、やったー、4回嬉しい。お疲れです。楽しみ。反正梅林也是不会特别找他们，所以还好吧。哎，我不会，我不喜欢普洱养伤人，也不没有不喜欢，没有兴趣，没有兴趣。梅林是女主角，所以一开始都是一个人的，后来才会有同伴加入。那么呢，其实很多人觉得我是这样的嘛，就是不良嘛，没有没有到不良吧，可是就是不是乖的感觉。但我的朋友们都是很乖的人，对，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都没有不良，我的好朋友都是比较安静的人，对。一般的高中女生吧，我吗？ありがとう、でもごめんね、遅く。ゆるさん、ゆるさん。博多是不是很多美女？哎，我觉得很多，博多是很多美女，对，也有美男美女的地方，我觉得。あのね、ほら、橋本環奈ちゃんとか、かわいいよね。かわいい。橋本環奈さん、かわいいよね。大丈夫です。普通の JK でしょ？若みれちゃんは。そう、普通の JK です。然后、ほんとかわいいよね。ほんとにね。最近は石原さとみさんが綺麗で、もう綺麗で。かわいいわ。そう。博多真的很多美女，对，真的很多。所以我朋友也是有很多偶像，去偶像的人也是有很多，对。我的认识的人有一个48, 46，不是48。でも近くにいるかな？美しい方だね。綺麗ですね。本当にね。HKT。そうそう、HKT のね。人とか。いるから。頑張ろう。我也想努力。頑張るわ。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个之前我很丑，真的很丑，我没有，我是假的嘞，假的假的，我不可爱，不知道。今天没有那么想睡觉，很厉害，哎，很厉害，真的。梅林可爱，我也可爱，渐渐，我知道你也可爱，我也觉得你可爱。你每次都看到默默的时候的笑容，很可爱哦。我明天跟默默一样的，对，一样的 B 场，所有片手真的哈。不会讲了，好，忘记讲。说说，もうすぐだね，还有4分钟，还有4分钟。大家，明天要好好期待明天的我所，不是我所谓粉丝见面会，忘讲座。明天我坐最后面，帮你们加油。诶，最后面吗？应该最后面，最后面应该，我不知道，
有可能是很好的位置吧。美丽明天是什么活动？明天是粉丝见面会，对，已经哦，やった。这组等我所会了，太多さんありがとう，谢谢。明天真的有一个惊喜，嗯，一定会开心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睡着，不要睡着，最后不要睡着，不能讲是怎样，可是一定会开心的事情，所以大家要好好期待。那么玫瑰。这个诶，明天的什么，明天的位置也已经决定了吗？已经决定了吗？ありがとう大家今天送我很多礼物，谢谢你们。我现在好的位置要进去菜知道。なるほど。那大家加油。加油说。没有加油。已经决定了，所以还不知道啊，已经决定，但是要进去菜知道哪边啊。原来如此。什么每个人都说明天会很开心。诶，真的吗？他就其他人也有说吗？嗯，对，我觉得明天一定会开心。嗯。对。嗨，谢谢送我玫瑰，谢谢你。那我快要吃关直播，我要明天打准备。大家也要好好休息，然后明天不能睡着，要睡饱后要来哦。睡饱，一定要睡饱，没有睡饱的人不能来，知道吗？没有开玩笑，就大家不要睡着。好的，表演加油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今天要早点睡觉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。下次的直播是礼拜天，然后明天回来的人明天见哦。大家要期待，我也很期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ありがとう，また明日。であと30秒か。はい、30秒。好、大家。好好休息、要睡饱。好、谢谢你。なにこれ、かわいい。谢谢。很好笑。谢谢你。なに、火箭、你。こん、わかんない、読めない。ありがとう。下次直播见。好的。はい、ということで、終わります。啊，韩，火箭迷韩，おやすみレミ，おやすみレミ，拜拜，拜拜。